我知道所作妄为的是什么了。你们怎么看我啊？如果真是你做的，你就承认吧。真的不是我。洗个澡。没关系啊。别在这里装好人。你就没有谈他的时候吗？我没有。看看我说。从广州转来的新同学，我叫梅小九。儿子，妈妈今晚要开会，爸爸也临时有事要去上海一趟。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吧？哎，我说你怎么……哎，人家不想打就不要逼别人打。放学之后一起吃个饭，你有空吗？装可怜卖惨，有用吗？